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又喺百佳买咗啲嘢，想分享俾你哋睇嘅。咁好啊，而家开始啊！买咗呢包系佳之选嘅杏脯乾，呢个系26.9元嘅。跟住呢樽丹帝牌嘅无盐腰果啊！这个是42.9元。跟着这个是金鱼线的椰丝凤凰卷，这个就是20.9元的。跟着这包牛奶蛋糕啊，这个35元，就有10个的，咁就每个就是独立包装的。继续，这个就是朱古力杏仁条，可以当早餐吃的，这个就19.9元，有2条。继续这个益达呢只香口胶啊，蜜瓜味的，这个是19.8元，有2包。咁好啦，今日分享住咁多先啦，唔该晒。大家好啊！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请免费订阅、给 like 和留言啊。同埋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睇埋广告啊。唔该晒。咁好啦，咁下条片见啦，拜拜。